美国德州慈济志工带着静思语拜访中国城店家。去除习气不容易，但智慧法语多年来潜移默化。后来我有个优点，就是说我会向他道歉，但是呢，那个钉子已经钉到墙壁，再拔出来还是有一个洞的。我发现实在还是不好。因为还是有用心哦。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记忆最深，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生气。志工们九年来的定期逐店拜访，让好话遍布休士顿中国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。